在小朋友，我们也知道，就是说能够做的，当然就是，叫随时注意他身体的情况，有发烧或一些特别，我们常常在讲这些症状，要特别小心。我们将免费提供0到6岁的幼儿，就以每一个幼儿为单位，它有5剂的家用抗原快筛4剂。的病例有94808位，那看起来是比前一天比昨天还来得多一些。当然在0到6岁的儿童那虽然有一些他太小的没有办法用这样的一个抗原快筛，可是在小朋友我们也知道，就是说能够做的当然就是叫随时注意他身体的情况，有发烧或一些特别，我们常常在讲这些症状要特别小心。那另外，他那个也没有疫苗可以打，那最重要的保护的来源还是从家人，家人不要染疫，那家人要勤洗手、戴口罩等等的防护。那另外，在有症状的时候，家里也可以自己，小朋友也可以来做，那大人也可以做。那为了要减轻这个有小朋友的家庭的一个负担。所以我们将免费提供0到6岁的幼儿，就以每一个幼儿为单位，它有5剂的家用抗原快筛4剂。那开始的可以领取的时间是6月1号，那我们暂定再发到6月30号。那我们对象是2016年1月1号以后出生者，那每人5剂。仍然采用原来的方式，还是需要分流避免大家一时之间排队的人太多，也太辛苦。那就是我们还是一样，135星期135，是我们的尾数，身份证的尾数，的单号者。那双号就246，然后周日都可以来领，都没有变所有的里面只差了一个，就是但你也要带健保卡去。那诶，差别就是不用付费，就是一个免费那每一张这幼儿0到6岁，105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，那他都可以凭着健保卡去领一份，就是5人剂的一个家用快筛。